用心思经商，你的福气好的实在有点儿太夸张。嘿吼嘿哈，功夫练得响当当。嘿吼嘿哈，牛皮吹得会发光。嘿吼嘿哈，我们最爱疯狂幻想。嘿吼嘿哈，搏斗技巧吹喂，乒乒乓乓是一群骄阳，锅碗瓢盆都失去方向，朝阳洗脸水继续都大声张。鸳鸯剑，鸳鸯剑其实是我女儿的嫁妆，无论是谁只要能拔出双剑，我就将女儿许配给她。啊，不是吧，小薇。国宝特工，开饭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陆小果，我都说了，茅厕不在这边，你就是不信。哦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好主意。抓住他们！下次再逃狱就是死刑。哼，乱臣贼子，你这个大恶贼，有本事就单挑啊。大家都是斯文人，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，会教坏小朋友的。哼，你别得意，菠萝吹雪会回来救我们的。我当然知道菠萝吹雪会来救你们。哦，所以我早就设下重兵把守，别说是菠萝吹雪，就连一只蚊子也飞不进来。哎呦，蚊子，打死他。有蚊子。报告，蚊子已经被消灭了。是菠萝吹雪，上，拿下他，上。嘿嘿，天下第一神捕，嘿，江湖金牌杀手，特来取你的狗命。菠萝吹雪，
既然你的鸳鸯剑那么厉害，干嘛还要找我们来演戏啊？嘘，小声点。擒贼先擒王，对方人多势众，我肯定吃亏，所以我必须要逼乱臣贼子出来和我单挑。可穿帮了怎么办？我还没买保险呢。哎呀，放心好了，就按我之前说的去做吧。好厉害的剑呐！好厉害呀、不要过来送死，快逃命啊！好厉害呀！哼，谁敢过来送死？妈呀！快逃！喂，你们！哈哈，好你个菠萝吹雪，乱臣贼子，终于把你引出来了。今天我不但要救出我的兄弟，还要取你项上的甘蔗头。哦，是吗？来人呐，把陆小果和程留香带上来。是。快放开我！放开我们！快放开我们！放开我们！啊，程留香，陆小果，快放开我们！放开我们！有本事你就来救我！可恶，菠萝战宝，归位！金镖王，归位！菠萝吹雪，
你的剑是够快的，可惜力量还差了些。不是吧，波罗蜜多斩居然伤不了他。好了，也该轮到我出手了。哼，我还以为你变得有多厉害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嘿嘿嘿。波罗吹雪，你不用管我们，快逃啊！快逃！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站得起来。哎，吹雪，快闪开！我跟你拼了！我停！喂，你先别死啊，我们还没拿工钱呢。拿你个头，还不快逃命。逃命啊，逃命啊。这就是你升级的机甲，我可是大开眼界了。我跟你拼了。看够了吧。哎呀，波罗吹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再砍。怎么会这样？哦，波罗吹雪，你从哪里讨来的这两把破剑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这两把鸳鸯剑是假的？难道小薇，你就那么恨我吗？恨到要置我于死地吗？知道我是多么的辜负你，让你受尽委屈。如果我的死能让你减少对我的恨，我死而无怨。波罗吹雪，你唧唧歪歪的在说什么呢？来吧，动手吧。就让我吃下这一刀还债吧。来呀，滚开。哼，你这个多情种也有今天，活该。波罗吹雪，快跑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怎么会这样？再来。怎么可能啊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剑法黯然销魂剑？黯然销魂剑。这种剑法是在伤心欲绝的情况下使出的，出招看似无心，却招招致命啊。怎么
么可能？国宝机甲，回位！不是吧？吹雪的机甲被完全激活了，不是重生。看我怎么把你打回原形！雷鸣鬼旋镖，天南地北双飞客。老翅几回寒暑，欢乐去，离别苦。什么？哎，酒中更有痴儿女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哇，好诗，好诗啊！好一个黯然销魂剑法啊！啊！可恶，你别得意。你再敢轻举妄动，我就立马解决他们。波罗吹雪，你不用管我们，快逃吧！快逃！动手吧，断翅贼子！我早就看成刘翔和陆小果不顺眼了。动手？什么？成刘翔、陆小果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和我连一毛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了。哎呀，好兄弟，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呀？不要和我称兄道弟，你们两个。一个没斗志，一个是弱智，整天就只会拖累我。我已经忍你们很久了。我不是弱智，是执着。太过分了，波罗吹雪，亏我们还为你出生入死，你竟然……哼，我只是在利用你们两个傻蛋而已。现在我的机甲已经完全激活了，我也就不需要你们了。什么？波罗吹雪，你这个人面兽心的！啊，不是国面兽心的混蛋！菠萝吹雪，我要把你炸成菠萝派吃掉！喂，乱臣贼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动手啊！解决他们呢？怎么了，乱臣贼子？这个……菠萝吹雪，你这个混蛋！乱臣贼子，你快动手啊！我恨你，我要把你炸成菠萝派。卑鄙小人，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卑鄙小人，大坏蛋。哎呀，快砍呐，乱臣贼子，你怎么还不动手啊？你在犹豫什么？快砍呐！既然你不动手，那就让我来。什么？卑鄙！哼，卑鄙也是一种态度。乱臣贼子，看招！哎，波罗蜜多斩！呀，嘿，哎呀，哎，嘿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嘿，呀，哎呀，波罗蜜多斩！哈！程刘翔，陆小果，菠萝吹雪，菠萝吹雪，程刘翔，陆小果，菠萝吹雪。
这一拳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所需要付出的代价。啊，哎呀，我刚才是为了分散乱臣贼子的注意力，开个玩笑而已嘛。哎呀，哎呀，开玩笑？你觉得很好笑吗？我早就知道乱臣贼子会上当的嘛，你们要相信我呀。哼，那如果乱臣贼子他不上当呢？那每年今天我给你们多烧点纸钱喽。哎呀，不要乱来啊，好兄弟。好兄弟，呸，扁他。他们速度快了很多呀，力量也强了不少。明天说再见吧。